OK，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我们住的地方了，现在时间还早，现在才12:30，我们大概要一个小时后才可以 check in。然后我们现在在15区，然后我们住的是这个 Best Western One Com 酒店，大概是这样子的，有一个这样的阳台，然后等下再给你们看里面的，就是我必须要讲这里的那个柜台。多少钱一晚呢？800多块。然后这里附近也是有吃的，有 Starbucks， 有 Pharmacy， 所以它基本上是比较安全一点啦。因为巴黎就是可能会比较多，就是可能不好的事情发生，所以你们要注意一下你们要住的地方。在伦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这样严重，然后在 Paris 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好严重哦，就是看不懂语言真的是好困难哦，然后我们现在只能就是用翻译，然后因为搭地铁都是困难，所以我觉得伦敦跟 Paris 比较下来，其实伦敦来讲真的比较适合我们，因为他们至少英文我们是听得懂跟看得懂的，然后在 Paris 就不一样啊，就是另外一回事啊，所以我们现在看餐牌都是用手机翻译看的。你刚才讲到什么咯？你有看到你要吃什么吗？再来 scan 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餐牌，就是这样子，看不懂。怎样啊？看不懂，只能用 Google 翻译啊。我们现在在这间店内，它是叫和平咖啡吧，然后它其实在 Opera 就是歌剧院的对面罢了，所以你搭地铁过来的话就是准准 Opera 对面罢了。可是我觉得快，因为本来想要拍地铁面嘛，它真是太压力了，因为全部人全世界100个人都跟我讲去 Paris 搭地铁要小心，搭地铁一定要小心，爬手爬手爬手，就觉得好在里面动我不敢动，我就上车跟下车罢了。所以像我们餐厅我们就想坐里面，因为我觉得比较安全一点。那如果有机会，你们自己来体验一下巴黎的那个实景吧。哦，还有一个要补充的，就是因为我们本来要买 Weekly 的那个车票，可是我们去到柜台问的时候，那个人讲这个 Weekly 的车票只能礼拜一到礼拜天用，然后我们今天是礼拜六，他不给我们买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用，就是19欧，然后10次的这个车票去买我们的就是地铁票这样子。所以我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问题，因为 weekly 的是30欧，然后一个礼拜就比较划算一点。可是现在这个10次，然后只能用用10次，然后是19欧，都是19欧这样。对，然后可以两个人一起用，因为它是一张一张一张车票的。OK， 这间百年历史的餐厅叫和平餐厅的，对，然后还有很出名的鹅肝，然后这个是蜗牛。对，因为我是不吃蜗牛的，所以就是他吃。OK， 然后这是鹅肝，我也不吃鹅肝，所以也是他吃。我就喝一个巧克力，我觉得巧克力很好喝，就是它如果是放在甜品里面呢，它是很好喝的，很好吃，它会味道很甜的，一个巧克力来的，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好的。然后这是它巧克力跟牛奶加，然后跟面包，耶、yeah。是这样吃的吗？是吗？是吗？好，来哦。味道如何？怎么有味道？耶，所以我不会吃的。好吃吗？你想吐吗？能不能吃一点？OK 的，还没有腥味。尝一口。
可能把这 creep 的感觉。我还好，我是喜欢。我现在来到一个网红打卡的地方，就想要给你们感受一下那个震撼。我现在慢走过去，因为我脚有点痛。OK， 可是等一下 wait for it. Oh my god！ 很大，我不知道你们可以感受到吗？可是真的很大。这个前面这样子，然后等这些人拍照，很震撼的。总之呢，这里就是平日也蛮多人来，哎，没有，今天是礼拜六，也是蛮多人来的。可是不妨碍拍照了，我觉得你就是要卡好一个很好的位置，然后就可以拍到埃菲尔铁塔了。今天天气阴阴的，就是乌云比较多。没有大太阳，然后也不热，那天大概16-20度左右，所以这边就可以拍一个很好的照片了。现在是法国时间晚上10:30，这是我们第一次晚上出来，因为这几天昨天跟今天不舒服，然后昨天待在酒店比较长时间，然后今天下午出来一下，然后还是不舒服就回去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出发去。一个叫夏佑宫的地方看巴黎铁塔夜景，因为巴黎铁塔会开晚上会开灯嘛，然后因为这边开灯的时间比较晚，因为现在是日长夜短，所以现在已经10:30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才出门，然后难得我可以在捷运站就是录影片，因为平时白天的时候捷运站很多很多人，然后我也不敢拿手机出来在捷运站就是坐着吧，可现在就是捷运站都没有人。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录一点视频这样。包站的，所以你们就要自己看对时间，然后看对站，然后自己下车。